喂喂，哦，报应！喂，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牛牛牛牛牛！嗨，大家好，这里是雅欣老师的直播间。现在下午1点，又是大家是不是吃过饭了呢？安安。聊天室有谁啊？Clario Chiu，Clario Chiu，嗨，安安，孙志伟，安安，露露，安安，奈德，安安，Venus，安安，Ice Cream，安安，逆空，安安，耶，大家晚安。今天要挑战在4点前收播，4点前，因为等下晚点，亚欣老师要出门有事。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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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哦！啊，我看一下哦，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来，我今天要画，今天要画我们最可爱的卢卡，我们最可爱的狮子王，最可爱的 Mafia，我们最可爱的 Mafia。然后现在是怎样的？现在，哎呀，我们要先把那个，先把色块。先把色块上上。哎，这边亚行老师要自首一件事情，就是原本今天就是下播之后晚餐呢有约一些漫画家老师，也不说一些啊，就是3个人，加上亚行老师3个人吧。然后因为其中应该可以讲吧。就向日葵茄子老师啊，茄子老师原本跟茄子老师约明天中午吃饭，然后因为老师临时有事，所以改成今天晚上。结果那个时候本人也一边在画稿，然后一边在忙，然后又要一同时一边联络餐厅的定位的事情。结果呢，结果后来时间改好了，哎，我们那个。时间改好了，然后有成功通知其中一位参加者啊，可是茄子老师就没有通知到，结果刚刚在开播之前1个小时吧，然后就收到了茄子老师的简讯，他就说：“不好意思，我刚刚下捷运，我快到了。”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整个，等一下。我们不是约晚上吗？你怎么现在传简讯说啊？不是简讯，就是那个 Facebook 的简讯啊，不是私人简讯哦，不是私人简讯。然后就收到茄子老师的讯息说，哦，我已经在路上喽，呵呵。哎，不会吧？等一下，那个我不是约6点吗？然后我就往回查了一下那个对话时间。才发现啊！天哪，没有通知到这个人没有通知到惨喽惨喽，要出事喽！结果现在就让茄子老师一个人在外面那样流浪，那样流浪到6点才有办法吃饭，这样天啊，我的心里实在是非常的之过意不去啊，太痛苦了。所以果然，人果然是不能够一心多用吗？就是会出这种差错。哎呀，因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浪费别人时间的人，结果没想到这次就竟然犯了这种错误，我内心真的是十分之过意不去啊！我跟他 say，I'm very sorry。这些尴尬啊，确实确实确实啊！啊嗨。嗨，胜负安安呀、啊，阳光安安呐、啊，日阳是 Hinata 安安呐、啊，嗨，林本星辰的安呐、好痛苦啊！因为我是算是有一点时间强迫症的人吧，所以如果我是临时，如果今天立场交换好了，如果今天我是茄子老师的话啊，我突然就是被改了时间，
然后人被叫到外面去，然后因为可能就想说聊天嘛，所以也不会带太多的东西，也不会说什么带什么画图的本子啊，或者是什么漫画，或者是什么专门记灵感的本本之类的，就不一定会带，就可能会两手空空的人就出去这样。然后如果刚好家呢，就是自己的家离那个要吃饭的地方有一段距离的话，你也很难说就是。大老远出了门，然后又突然回家，对不对？哎 我就在想说，等下晚上见到老师的话，我要怎么赔罪才好呢？想说，不好意思，那个茄子老师，那个都是星星的错啊，因为星星他那边那那天在旁边唱歌啊，然后一直在干扰本人赶稿做事啊，所以本人的脑袋就是会有一点 bug 出错了。所以，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画一张图，画一张分阿特给老师当赔罪礼物，好不好？就刚刚在回传简讯的时候呢，突然想到这个赔罪的方法。本来想说用打字的写吗？然后后来又想想，不要好了，因为有些事情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当面跟对方讲会比较有诚意一点。就像分手的时候也要当面跟对方说分手，这样用简讯传分手，是不是有一点没有诚意的之类的？但是我知道这个需要一点勇气。哎呀，语速变得很快啊！果然是因为心虚的关系，对吧？啊，对了，那个同事，刚开始在画图的时候呢，会把那个参考资料摆在旁边。像今天哦，今天难得开绘图台嘛，然后平常我们很少开直播绘图台的原因是因为那个 camera 实在是，不是 camera，我们的电脑的效能实在是有点不太好。当那个如果你的摄影机要开的时候呢，我们的 Clip Studio 会有点跑不动。整个在画图的时候啊，它那个笔记，你画的曲线会变成直线啊。总而言之，操作的会让人非常的不爽。然后我本人呢，在画图非常不爽的时候呢，就会骂脏话、骂人这样。よくない。这样整个人的台的风格会突然变得很凸起，这样好像不太好了。对，就算了。如果要认真画图的话，就认真的开画图台吧。好，我先把外套的部分先这样，然后西装的部分是，虽然说这边看起来像白色哈，就是卢卡穿白色的西装，但是。所有的白会被环境光所影响，所以这个白它其实应该是有点偏暖色的白。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画面好像看不到摄像环哦。好吧，虽然你们看不到，但是如果有人有画过图的话，用吸管工具上面去点一点，就会发现它的白是在黄色的暖色系的摄像环那边。它就是一个比较偏暖的白，对，好哦，我们挑战极限4小时，看可不可以画完。对，烟熊部里最大的人啊，出钱啊，嗨，出钱安安啊，我好像忘记把那个延迟把它开到最小，所以可能会稍微慢一点，看到你们的留言啊。邀请他来家里做到晚餐，你是说要去清醒的直播间，还是要来压喜老师的家里？哎呀，我们晚上来讨论看看好了，因为反正有三个人嘛。哈哈，哎啊啊，SDF，SD，SS，ASDF，ASDF，巴恰拉，嗨，巴拉。
赔罪灵感爆发，所以人在赔罪的时候，灵感会大爆发，这样嘛。所以现在我应该要站起来，就是从椅子上面站起来，然后头低下来说：“对不起，邀请在这边向茄子老师道歉。对不起，这是改了餐厅的时间，没有通知到老师，害老师大老远从仙界下凡白跑一趟。”非常的对不起，总觉得这样子感觉更没有诚意的呢，太没诚意了，摆明就是想要臭啊！而且今天如果见到老师的话，有点想好奇问他看看那个。FF 那边的状况如何？因为毕竟我们算是男性向、女性向各自的领域在经营这样，然后有时候就会好奇对方那边的状况如何啊，有时候就会借由很难得啊，就是其实平常我是比较少去约别人的，难得有机会，通常跟这些漫画家老师有机会。聊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场次比较多啦，因为平时的话，大家都有大家的工作要忙啊，也有大家的稿子都要画。你们也都知道，漫画家的生活作息呢，就是起床、刷牙啊。有些人可能会吃早餐，有些人不会，有些人可能就喝点什么就过了。好，喝完之后呢，就开始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不到中午的时候是站不起来的。那这样讲法有点，好像有点奇怪。总而言之，你就是睁开眼睛就是画，你闭上眼睛就是睡觉，嘴巴张开就是吃饭。要 这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人过了，但根据我的观察啦，观察到的认识的作家的，好像生活作息都差不多长这样了。然后其中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嘛，他们还有办法抽出时间去运动诶。然后以前有稍微在追那个像是叶明轩老师的动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可以一边画漫画，然后假日的时候去上健身房这样。他在之前在 IG 上面 po 的照片啊，就可以看到人家哇，老师哦。一脸长得很帅，哇，然后又有六块肌这样，应该是台版的荒木老师吧？怎么可以同时做到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头发，然后手套这边也要开一个涂层。噔噔这样子。啊，嗨，典狱长，典狱长，午安啊！嗨，伊米丽黄，午安哦。这是什么监狱般的生活？就是监狱，没错，就是监狱，没错，就是监狱，没错。啊，像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在推特上面有没有看到一个有爆红的漫画啊，就是在讲说一个漫画家被高中女生。监禁的故事，然后它就只是一张单幅的插图，然后后来因为可能太有悬疑性了，然后又太让人在意后续的发展，所以那个作品呢，后来就好像有要出成漫画吧，就是开始正式连载。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推特上看到啊，我就完全哦，哇卡鲁呢，哇卡鲁，因为我们就是在家被关着，然后就像奴隶一般，然后拼命工作啊，然后就是真的是会忍不住想象说，哇，万一有个美少女这样子把我监禁起来在家里的话，好像也不是什么 Ikenai 的事情了，好像也不错。这样子一来的话，突然觉得被监禁在家里好像也不坏耶。哎呀，哦，然后，
因为我今天想画一个画法呢，就是好像最近蛮流行的一种打光式的画法，我觉得那个画图的逻辑就会蛮像是3D 建模的啊。我之前呢就是突然一时兴起吧，然后对于 3D 的东西很有兴趣，就去玩了一下 VRRO 的。就突然对 3D 的啊，应该说摸点 3D 的东西，会对于 2D 画图的概念会有些帮助吧。像我这次就有了一点心得嘛，比如说以前会很习惯把颜色呢都画得非常的繁复，繁复，会画得很花俏，但是现在发现流行的图不太是长这种风格。好，我比如说现在，哎，好吧，手套还是没有上，手套。这，等下，红老师一定不是人类人，救救！你那我不知道人类人，救救！卢卡好好看。卢卡就是一个美少女，我觉得卢卡很厉害。为什么他的女声就是女生的声音可以如此的自然？太厉害了！啦啦啦啦啦！哦，讲到这次 EN，可以聊一下 EN。因为其实我本身应该算都有在追 V 吧，不管是女 V 男 V 都追，而且其实我是比较偏看 Hololive 的，好像反而比较偏男性向一点。彩虹的话当然是王者裤衩上，以前会比较有在看一下，但其实最近看实况就比较还好。可能最近都看台币比较多吧，然后前一阵子有一个很流行，也是有一个男团出来，好像也是彩虹色的嘛，然后他们就是咯，伊甸，对，伊甸组的，然后那时候就是身边的人啊，突然有多了一批新的观众进来，这样就是他们平常是比较没有在看接触 V 圈的，然后因为这次。那一次彩虹的日文男团出道哦，也不是男团啊，就是他是有女神的这样，万绿丛中一点红，然后那个女生的 V 也是非常的可爱跟讨喜，然后就是那一次之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就彩虹社推出的英文的男 V，结果就 BRAM 爆炸。看了很多身边的认识的人，他们都说哇，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 V，但是因为这次入坑的，还蛮厉害的，这次真的很出圈。而且我本来想说，应该会日文的，就是观看的人应该会比较多吧，结果没想到竟然是英文超级出圈的。然后后来跟朋友讨论的。心得吗？还是结果？就果然是啊，因为可能我们从小就太宅了，日文听得太顺耳，所以不知不觉自己的认知从自己的认知当做是这个世界的认知，这样。后来仔细想想，没错啊，因为我们不是从小学3年级、2年级、1年级、幼稚园就开始接触英文嘛，所以其实英文的接受度或者是入耳的程度。哎、欸，日文，哎、欸，入耳是日文讲法，中文是什么？咪咪你嗨噜呀睡，就是比较能够听得进去，可以听懂他们在讲什么，所以也难怪英文是可以很如此的出圈吧。再加上这一次出道的全员的品质都实在太高了，哦，质量不错，
这批的新人质量都挺好的，所以难怪就爆款了，爆款了。哦，好，我这个现在是固底，这怎么讲？基本色好了之后呢，我会习惯在比较凸的地方会上点颜色。什么叫比较凸呢？鼻子的地方，然后脸颊的地方是。我们人脸是立体的嘛，废话。然后通常要怎么表现一点层次跟远近感呢？就是会在比较凸的地方上彩度比较高的颜色。哦，就稍微就好，因为以前曾经习惯下手都太重，所以脸会看起来比较脏。然后眼睛的部分吧，好，哦，胸部，我们的烟巨乳担当这边就要稍微加一点阴影啊。哎，我看 Holostar 吗？有，但是没有很熟。像之前是荒谣吧？如果有讲错，抱歉。荒谣的 3D 回出来的时候，我有看一下。做的真好，我觉得也许也哎，怎么讲啊？彩虹色跟 Holo 色的 3D 的那个技术真的都很压败，完全就是业界标杆，业界顶标。然后我记得那一回好像就是有他们的那个 member 啊，对不起，我忘记是哪一位。总而言之，就是他拿着镜头。然后拍摄荒谣这样子，觉得他们 member 每个人的互动都是非常的可爱。胸部，哎，这次彩虹的 MV 感觉真的很厉害，说着英文又感觉很日系，没错。我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第二个语言可以做杂谈的功力吧。像我那一次看到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秀第一次开杂谈的时候，我说哇靠，这口音不是吧，是日本人吧，日本人然后英文很好的日本人这样，哇不是吧，你们怎么都双语的技能都点这么高啊，现在作弊的门槛都这么高吗？哇哦，哦，他们真的都很有才华。哎，好，然后头发的部分我看一下，大概都是在橘色这一块，然后发尾感觉有渐层染，所以会稍微深一点儿。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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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偏曲，然后我最近很应该说开始会用这个水滴工具了吧，如果你们有人在用过的话，它这个在工具列上面是叫做色彩混合。因为说实在的，我也不是，因为身边有认识的老师，他以前是在做游戏美术的。然后我发现，就是做游戏美术出来的绘师啊，他们的基本画工真的是会有一定的底子在，线条很干净，然后颜色会很利落这样。但因为本人呢，本人是比较走那种纯艺术出来的，所以。画东西呢，都只要有 feel 有到就好。但后来发现，就是 feel 有到的话，会跟一般主流的风格比较有落差。我说的那种 feel 有到的感觉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些像是 V 加的 Vocaloid 系的 MVPV 的插图，就大概是会是那种感觉。
稍微是把它压平一点啊，压平一点，然后在这边再稍微亮，亮，日本口音太明显的，这真的啊，不知道呢，总而言之，他们的语文都好好哦。然后卢卡的话，哇，印象最深刻应该是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体力很好这一部分吧，可以变做健身环，然后一边唱歌，然后还可以让各位就是听听他的心跳声这样子。哇，他们都体力是怪物等级的吧？我靠，深一点，这边现在都稍稍微微的。打一个层次好了，来思考一下这张图的光要从哪边打。让光聚集在他的胸部上面嘛。好，现在开始打光。首先，先选择一个作为阴影的颜色，然后再切换模式为线性加深，这样子，再把它的浓度稍微调节一下。还有 Lucy 的出现啊，平常就有在作品，平常就作品到，哦，该不会是？我靠！我感觉我现充哦，可恶！我原本在今年新年的时候已经立，在今年立下的新目标就是我要开始运动，我要尽量一个礼拜运动3天。结果没想到，殊不知元宵也过了，3月快到了，到现在每个礼拜都还没有运动过一次呢。Oh my god！然后思考一下，在思考的时候会没有办法讲话，所以先安静个3秒钟。好，让光打向这嘛，这样不太那个一点。咦，想知道了。因为这次尝试挑战的。系列图啊，它的光线都比较偏向是侧光嘛，比如说都从这边来。啊，没办法了，等一下，等一下。贴图，好。突然想起早上看新闻的时候，气象预报说今天晚上会有寒流来哟。寒流，虽然现在没什么感觉，但大家记得晚上的时候要保暖哦。哦，这边要画法师。诶，好像可以，好像可以。诶，
嗨，出境安安，阿丽莎，哎，阿丽莎，安安，会留记录的吗？会，应该没什么好砍的，会啊。好，上班加油喽，拜拜。进入认真思考模式就会变成，就会进入自闭模式，就会不太会讲话了。哦，原本这张构图的时候有画帽子的，但是因为帽子的角度怎么瞧都瞧不好，瞧都瞧不拢，超崩溃，一边骂人，一边大骂，然后一边改掉，呃呵呃呵，太难了。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上面斜角线有个光打过来，所以这边可能就是边缘一点点就好了。然后胸口这边的话呢，思考一下。其实有时候不要把光切得太碎，欸。因为你们知道吗？像现在大家都在推特或者是些什么 FB 啊、铺到上面看到看插画吧，所以你有时候要注意一下，像这个样子缩小的时候看到的插图，我觉得会比较容易抓住眼睛。如果你那边噼里啪啦的挖了一堆色块，其实反而视觉会比较没有办法集中。哎，我觉得光线打在这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就让光线留在胸部吧。然后这边挖多点，非常有亮点。哦，不行，我要给自己做个美梦啊！从这边，嗯，还是这边吧，这边。可以。然后，开启模糊工具，在一些地方。啊，色块一。模糊掉，啊，然后因为手指像这个往前伸的动作，感觉在它的比较靠近画面的这一块，应该也要让它有光出来，会比较合理一点，logical 一点，这样子吧。噔噔噔噔噔。Yeah, it's logical. Yeah, it's logical.
画手掌的时候，把这边想象成是一个正方形的面，然后像手掌向上这边这一块在上面嘛，所以理所当然的会有光。And 然后再来是手腕袖口的部分，稍微检查一下，觉得再让它过来一点好像切到这样就可以了，开始冷了吗？为什么聊天室好像有奇怪的广告？送你，先把边切好了，边边边。惨了，我没变过人哎、欸！咦，换哪一个、啊？隐藏频道上的使用者。会有广告、啊、很像乱码的东东，对啊，完全看不懂。好诶、欸、现在这个打光的部分先这样子，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把光先关掉，然后回到基本色的部分，开始做物体上面的阴影。是 Bot 退散，他应该是会自动抓那种关键字然后就会进来的吧。可是我们这边什么也没有啊，也不是什么带货直播台，就只是very 单纯的 drawing something like that。 眼皮是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小型就是如果在眼皮的部分画得太用力太多的话，其实会看起来太媚，太艳丽那种，如果跟角色的个性不太符合的话，那种上色的方式就不一定适合他。这边啊，对了，我不知道在这边的人会不会去 C 有没有逛 CWT 耶，就是今年呢12月的时候啊，他们主办单位已经成功的租借到台北世贸的展场咯。哇，世贸耶，
不过因为这边的社团呢，我们这边啊，因为每年几乎都会报 CWT 啦，所以不管他在哪边，就算在刀山上还是在油锅上，总而言之都还是会去报这事的。但因为对社团来讲的话，你换一个比较贵的场地，就会稍微在意或担心说会不会场地费会不会调整这样，场地费会不会调整？因为像如果是有读过设计系的同学的话，应该会知道，每年读设计系以前最痛苦的地狱般的地狱，Oh my God，我的咬字啊，就是地狱般的记忆啊，都是那个新一代展，New Generation，我不知道是不是英文是不是这样子。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每年在新一代展上面要花的钱都非常的多，所以也一度呢，常常会被拿出来讨论说，到底是有没有必要让学生在那么贵的地方办展览这样。哎呀，对，那个阴影的颜色好像有点太黑了，我想一下。总而言之，在世贸感觉会是一场很盛大的展演吧。然后，听说这也是 CWT 20周年纪念演唱会，不是纪念场，为了让以前参加过的老社团回娘家，所以这次格外找了一个比较大的场地，让他可以不用去刷掉摊位，可以尽可能的让所有人都上来这样子。哇哦，不知道呢，因为听说啊，就是你要订世贸的展场的话，听说2年前就要去申请的。完美的错过了，为设计系的学生祈祷。哇，我现在是1点43分，距离2点还剩20分钟，还有2个小时，不知道会不会来得及。然后现在要抹那种大范围的阴影。哇，这样的脸好像太黑了呀！先不要。欧白的部分，为了要传达出这个柔软的质地呢，必须要用这个晕色工具，让颜色稍微不要笔触那么明显。哦，然后我还有个烦恼，就是因为最近握柄好像会不知不觉那个用有点太过于用力，现在手还蛮容易痛的。
为其实数位笔啊，你不管你用，你就算用力画呢，也不一定会变得，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它主要都是靠那个软体里面的设定。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于那种传统画具，就是传统的笔用习惯了，应该说是物理世界的那个运动的规则太习，你习惯了，所以你突然使用这种比较数位的媒介的时候，还是会不自觉的想要用到以前那个画铅笔的方式，我就会不自觉的啊，手会有点，常常就是太用力，这样会很容易得到那种叫做什么？肌腱炎吗？手腕隧道症候群之类的。所以就是要提醒自己说，哦，手不要太用力。然后画的时候要记得把眼睛打开看一下，看有没有怪怪的地方。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有灯，只好举这个了。是那个是那个演唱会的荧光灯吗？上面举。哦西，我最爱我的推。哦，对哦，其实甩手的确，我试试看甩手好了。因为甩手还有个不要小看那些在公园甩手的老人家，因为其实甩手是有一个科学的根据在的。你在甩手的时候啊，其实是帮助你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因为你的手在握笔握太久，或者是用太用力的时候，他的手部的肌肉啊，跟那个血液都会囤积在那边。所以适当的做一下甩手这个动作，是在帮你促进你的末梢神经的循环，也就是一个好方法。好，我想想哦，这边看起来好像太深了。然后，通常在画完阴影的时候，我会上一个反光的环境色。那这次呢，因为主要的画面呢，暖色系哦，我的中文哦，这是暖色系居多，所以这次就挑了比较偏紫色一点的。咱来讲台语好啊，欢迎哦。我的歌艺哦，有够，袂认真啊！啊，咱来讲台语好啊。啊，毋过哦，其实我的妈妈是客人，我的妈妈讲的话是客家话的是呢，系客家话的是。啊，也毋过我一句客家话拢无爱讲，就是啊！啊，我感觉真惭愧，我感觉真惭愧。有啦，我会晓讲一句啦，安怎讲？
像是那个客家话，问，吃饭好了，客家话的吃饭的叫做西饭，不是喜欢，是西饭。那其实客家话它某些音调听起来跟广东话还蛮像的，广东吧。啊，吃饭不？吃饭不？啊，吃饭没啊？啊，台湾人就是很喜欢用"你有没有吃饭"来做打招呼的问候语，真的是挺有趣的。安安，啊，嗨，Saki，Saki，安安。咱即马来画一个，欧拜，你讲过的是嘞。これはおっぱい。地球は一つ、おっぱいは二つ。地球只有一个，但欧派有两个。我们伟大的神谷浩史曾经说过的名言。好吧，我们印那个项链的地方也是稍微加一点阴影啊。那卡是吃饭了吗？有。开播前先吃的啊！嗨，翻车大师，非常的 international，911好像有一首歌就叫做 international 吧？哇，有食饭啦！我按灯，迄个时阵我食诶，路易莎诶。路易莎的戈壁，嘿 with its bagel，哎，我食 bagel 啦，完全不知道 bagel 的台语是什么。哦，好，我们不能在同个地方磕太久，不然的话，整个画面的平衡会可能会有些地方头重脚轻这样，所以稍微点到为止就好了。哎，我发现这是我自己吃，就是自己做事呢，会有一种惯性的。比如说，我可以同时，也不是同时，我可以连续吃同一种品相的食物一个礼拜。也没到那么久，但是可能就是每次去那个餐厅都会只点那个东西，好像就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仪式感嘛。觉得自己的一天呢，或者是一周就会有从那个食物开始，哎，我是没选到，是不是？啊，没有选错笔刷了。那基本上呢，其实我是一个还蛮乐于踩雷的人吧。像那个之前啊，披萨哈不是很爱出一些有的没的口味嘛，有那种猪血糕披萨呀，还是什么佛跳墙披萨。还有什么？龙虾鲍鱼披萨，香菜披萨那种。我之前还有一次还出了珍珠奶茶披萨。然后每次他在广告一些有些什么新的口味出来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在那一天就决定吃那个了。
就决定晚餐就吃那个广告，是不是也算是脑波很弱的一种啊？很容易被广告给洗脑。但目前除了榴莲披萨之外，因为其实我不敢吃榴莲，不太能够适应那个味道，还蛮重的。除了榴莲披萨没有吃之外呢，好像其他都试吃过了耶。然后那阵子，大家看到那个珍珠奶茶披萨，好像都会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就觉得哦，甜的，珍珠哇，放在披萨上，哇哦，意大利人要崩溃要生气了。可是，出乎意料的结果，其实还蛮好吃的耶。它就是已经是升华成一种甜点了，所以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披萨而已。就像是松饼也有咸的口味嘛，松饼有甜的口味，也有咸的口味。然后其实你只要搭配得宜的话，都算是可以入口好吃的东西。所以其实披萨呢也是同理可证的。现在有个新品嘛，现在的新品，现在有什么新品吗？就是必胜客的，像那个之前卡拉斯有吃，我们反正通常我都会点一个，然后全家一起吃，这样只要那天有什么新的口味，然后就会变成我本人请客。其实披萨还蛮贵的，然后龙虾有个龙虾哦，鲍鱼披萨啦，他那个时候是过年前推出的，就是鲍鱼披萨跟佛跳墙披萨这样。本来那个时候也想要点佛跳墙披萨的，但是您各位知道吗？佛跳墙披萨一个大的就要1000多，快要1000块，实在是太贵了，好像我还不如去买真的佛跳墙这样子。那所以那个就没有尝鲜到，有点可惜。好好奇它的味道，但真的太贵了 ，My God， 很贵、欸，还没到财富自由可以随便选喜欢的披萨这样子。亲爱可，啊嗨，王佩琴安安，艾可，其实艾可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最后一张。可能下礼拜一再发吧，假日就先休み。好嘞，现在眼睛好了，我们画眼睛的时候呢，除了眼白之外。啊、眼白的颜色通常个人不会，现在的风格啦，以前的话还会画的蛮白的，但是现在的风格的话会稍微把它调的灰一点，然后要有点贴近肤色的那个 range。 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这个色彩混合工具里面有个叫做指尖的，这个指尖笔刷其实在画法师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你看，你只要一拉，它的尾巴就可以把它收得很锐利。这样子哦，不过要注意不要画得太密哦。然后这边。
美丽的眼睛。啊！咚咚咚！我的天，还不如直接吃佛跳墙。没错，那个他们有时候出的那个披萨的口味，该怎么说呢？通常那种很奢华的，比如说什么海陆双霸啊，什么起司三重奏啊，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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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的。它通常应该价钱会到800多块，那个是本人最低可以接受的范围，再上去就有点，我需要当天中个发票才有办法，才有办法点它。咦哦，然后通常在画眼睛的时候会非常的注重下眼睑这一块。其实画眼睛我觉得跟化妆还蛮像的。那你只要想象你正在帮这个人化妆的话，通常眼睛画出来的效果都还不错。好，这个是我们把那个阴影关掉的时候看起来就像这样啊，其实算是层次还算是蛮浅的，没有说非常的丰富。啊，等一下，现在不应该修太细，有些地方就是到最后整体来一起修就好了。像眼皮啊，眼角这边下眼睑的地方可能稍微就带一点深色嘛，然后在眼头的地方再把它带一点亮。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但差不多就是这样。哎，是屁股痛哎，安安，我是从 Miko 那边来的。然后刚刚画了一半，觉得这边的眼皮的线条有点太随便了，所以要把它稍微的修理一下。然后嘴巴就是也是轻轻下手，轻轻的下手，轻轻的，不然卢卡会痛。啊，对，我刚才发言好恶心哦，对不起，你当没听到。稍微的在嘴唇的地方打一下啊，想象是替卢卡擦了唇蜜这样子的，那淡淡的颜色就好了。好，嘴角的地方也稍微就是勾一下这样子。又洗头后，然后，头发好了，头发，看看本家。本家是走那种发丝发流非常细细分明的，那有时候画二创的话，就是要融入一点你自己的风格，你自己的个性，
所以呢，我这次画的方式应该会比较偏色块吧，色块。哦，发尾的地方，剪成。两点，倒数两个小时，笨笨。噔噔噔 ，Gumbear， 帮别人画东西，帮别人画，哦，没有，这个是纯粹是自己的 look， 自己的挑战，这样每个人画过一遍。欸、我想问大家都怎么念，就是他们的团名啊？因为觉得虽然英文字都看得懂，可是念不出来。会不会有人念就跟 IKEA 一样？会不会有人念 IKEA， 然后也有人又念 IKEA， 然后他们那个 Luxim 会不会有人念 Luxim， 还是哎，还有什么音可以发 Luxim？Oh yes, baby, come on. I am entertaining, in, 对啊，模仿的英文是什么？ Imitation 不是。I am using a very, very deep voice. Yeah, this is the lowest voice.I can do. 好，然后那个，来画法师咯。首先我想一下，一条一条画出来。Luxie， 哦 ，Luxie 是念 Luxie。Luxie， you can make colors. you can make a ski disc。怎么喜欢低音的声线吗？天啊，那个 Vox Daddy 的那个低音实在太低了。他在讲话的时候，我那个桌上杯子的水都会跟着震动，就好像恐龙要来一样。这样会不会太夸？这样会不会太夸张？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用的耳机呢是那种 Grado SR 225，它是属于一种低音强化的耳机。这个因为本人喜欢听摇滚乐嘛，所以会找那种音场比较适合听 rock 的耳机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在第一次听到 Vox 的声音的时候，我的耳机的整个那个面都在震动。不夸张，真的很好可怕哦。哎，等一下，这边好像太也说太深了吗？那我稍微把它弄低一点而已。Luxim， 啊，超赞！
我没有很激动，是那个，你们有看过那种 opera 的歌剧女伶吗？就是当他们在唱那个高音的时候，手的旁边他会拿一个杯子，当他唱的时候呢，那个杯子就会被他震碎了。啊，对啊，不够低，就会被他震碎了。嗨，罗新勇，午安啊。现在几点了？两点，好，倒数两个小时。我们的 For our challenging for drawing Luca Kaneshiro will we success? Will we approach this mission? We will see.啊，不行了，那个都太粗了，太粗了，太粗了，要再细一点。Bob, let's go, let's go. 怎么不要趁机夸奖卡拉斯好吗？啊瞬间智商退回五岁。等一下，这个，哇哦，我在思考这个。这个头发怎么解决？要不要开始画到暴怒了？等一下，不行，太秃了。好吧，那个看要不要走简单的风格就好了。也不是说简单的风格，就是比较干净的。上色风格呢？不行啊，我会很注意说不要在脸的中间画太深的色块，因为有时候一缩小看起来会脸上会多了很多东西的感觉。再浅一点。我发现它的发尾的渐层其实还蛮深的，可能要再补一下。
突然想到好久没有找孟恩老师一起直播了，但孟恩老师好忙哦。啊，最近好像在准备新的连载作品吧？哎呦，糟糕，应该可以讲吧？反正只要看到台面上的作家没有出现，一定大部分90%高达80%都是在准备新作品，就是了。没办法，因为这些人消失的时候一定是在画稿。哒哒。好像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去过孟恩老师家一次，然后他的家真的不夸张，有一整面墙壁呢全都是 BL 漫画，他那个藏书量堪比一间真正的租书店，就你就差一点就是你带杯饮料进去就可以坐在那边看一整天，真的是非常之厉害，好猛哦。不过之前去的时候还是会发现蛮多那种就是书买来然后没有拆开啊，就连他的封膜好端端的躺在那个孟恩老师家的书柜上有时候就是只是买来纪念一下这样子，就哦我支持这位日本老师，然后我就是先买着。哦，也有台湾作者啦，就是孟恩老师非常厉害，他几乎是台湾作者、日本作者，欸，是不是还有泰国的那个 BL 小说啊？反正就是他喜欢的书，他全都会买回家，不买电子版哦，是买那种实体书的，是真的是一个爱书人。而且孟恩老师家就是，他好像养了3只还4只猫啊，就是非常的多。你只要去他家的时候呢，都很像在去猫咪漫画咖啡厅一样，超棒的。他应该可以开副业的吧？就是副业是兼营漫画咖啡厅兼宠物咖啡厅这样，感觉好像挺不错的。而且很猛的，就是听说猫的作息是不是跟人类都刚好颠倒过来？就是晚上是他们精神旺盛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反而很乖。然后之前有看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我的聊天室有没有人看过达康，就是一个做了很久的日式漫才的一个团体，然后之前他们有个 podcast 就有聊天聊到说，阿达家呢也是养了很多只猫，然后那些猫咪呢都是在那个阿达晚上需要休息的时候开始精力旺盛，非常的没有人性的作息，就当那个主人奴隶要休，那个主人铲屎官要睡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喵喵的，开始要罐罐的。所以他好像因为那样子那段时间精神状况都不太好，因为就是睡不好嘛，晚上都会被猫吵醒这样。我本来以为孟恩老师会不会会这样，但后来回想起来，其实老师的作息跟猫一模一样。哎呀，我在这边大爆料他的事情，这样好吗？应该是说，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其实跟猫一样哎。他是属于那种晚上会比较有精神的，然后白天有工作的时候一定会起来啦，但就是属于比较晚睡的那一种，可能你半夜4点都还看得到他还活着这样，所以欸，其实反而没有这种被猫吵醒的困扰。也是不错，因为开始我们家是养狗的，狗的作息好像跟人类差不多，所以就比较没有这种困扰。
有，再生，再生。梦想的家，漫画咖啡厅听起来很赞啊，超赞的。就是哇，老师家自己就有漫画咖啡厅，怎么听起来那么幸福啊？哎呀，因为我们家的空间不够多，没有那么多书柜可以放书，所以就只能用不管是买电子版啊，或者是尽量充电这样。进去一堆人在赶稿，这姐那个就变成了那个日本的长盘公寓，你们知道吗？就是日本有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就是专门是还未出道前的漫画家的新人漫画家的会一起合租一间公寓，然后那间公寓就是，每个人都是可能在出道之前呢会去比较大的漫画老师那边当助手，然后有些人可能会在那边一直在努力的投稿新人奖，然后等某一天出道这样。所以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就会被称作为长盘庄。然后之前跟一群人就是画漫画的朋友在聊天，想说有个梦想吧，就是希望能合租一间工作室，然后大家可以一起住在里面，互相支援，这样会比较有个同伴的感觉吧。因为像是前阵子不是有些人公司在喝春酒嘛，或者是吃尾牙之类的，然后就会有点羡慕说啊，这是我们这种自营工作者，像这辈子也没有吃过什么尾牙之类的，也没过摸过什么尾牙抽奖啊，尾牙好像只要不是跳上去表演的话好像都不错呢。哇，我是想要尝试看看那个气氛是怎么样的，所以才会有了那个工作室的讨论吧。.com 对，哎，不对哦，那个.com 的那个 com 哦，是来的那个 com，C-O-M-E， 是那个来的那个 com。然后关于他们团的那个团名的由来，其实也蛮好笑。他们之前有在一些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就是这个好像是阿达的妈妈取的吧。就他们那个时候两个人刚好刚开始要组团的时候。然后还在烦恼说那个团名要取什么，然后他妈就突然脑袋灵光乍现，蹦出一句说：“哎，你们可以叫打康打康呐。”然后那个康就是不是那个很不是那个什么什么 triple.com 的那个网页.com 的那个打康，那样太普通了，那样一点都不酷。你们就叫那个打康啊，那个来的那个康吗？这样不是很特别吗？这样子。然后呢，他们早期就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有名的时候，会上一些综艺节目宣传或者是表演这样。然后他们的团的团名就很常会被打错，人家都会说：“哦，是那个康哦，啊，我还以为是那个康哎，不对啦，是这个康啦。”然后直到现在。依然还是问，他们连有时候是自己的海报吗？有一次他们自己的演出的海报，还是他们就是认识的朋友的广播节目去上的时候，还打错他们的名字，看连认识的人都会打错，个人觉得非常的好笑，而且我还蛮钦佩他们两个就是聊天的功力吧，那个是真的是很厉害。几十年的默契累积下来的结果，就是他们平常在聊天的时候感觉都像在讲段子，像他们这种演员啊反应都很快，觉得非常的佩服。比如说有一个人在分享说他可能什么遇到邻居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马上吐槽说：“哎，你那个不是那样子吧，哎，你那个是那样子才对吧。”超快，马上下秒就接，真的是。如果不是在那个剧场上面看到他们表演的话，还以为他们随时在路边
站着聊天就可以是一个表演了。然后顺便帮他们推广一下，就是对于那种双人喜剧类型的表演的话，可以搜寻他们的名字。诶，为什么这边的头发会 破掉？这边怎么回事？诶，豆，然后加一点环境光的反射光。啊，对，很久以前看到的。他对他们出来、啊、他们让我很敬佩，因为就是经营很久了，这样真的是十年十几年有了吧。因为像他们这样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嘛，然后因为老实说在台湾做剧场真的是不容易赚钱，可是因为他们就是对漫才很有热情，所以就是可能一边接接舞台剧的案子啊，然后一边继续做漫才表演这样。所以也蛮开心看到他们就是近年成长到现在这个规模。然后从以前的他们的那个每年固定的每一季会固定的一场表演的，从小小的咖啡厅，然后到最近可以进到还蛮大800到900人的剧场这样子。然后还可以玩兽，真的是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呢。哦，怪怪的。哒啦哒啦哒。其实我很紧张哎，老实说我很，因为我发现我 每次开台画图的时候会有点，对，我很怕画丑啦，就是这样，会不会画失败啊？其实还好啦，每次这样担心，可是到最后结果都还算可以接受，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真的是让人的心脏无法承受啊，每次都觉得好像会画失败。那就是身为会师不为人知的一面，不为人知的背后辛苦谈。每次都画得很害怕，完蛋了，这张又要毁了，完了，救不回来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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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把一张画救回来，这样。哎，不会画图觉得很佩服，哇哈哈哈！我会表演给你看的，看我，哎，对啊，那个叫什么？现在看我秀，现在看我表演。You gonna see the hope in the dark. All right, hope in the hope. 等下，那怎么念？哎 ，hope in the dark.The hope in the dark. Yeah, I will see the doom before. The doom is always the darkest. 黎明前的黑夜总是最黑的。
啊，黎明前的黑暗应该是这样讲才对吧 ？Oh my gosh！ 時間が早いですね。小丸子，哎呀，我可爱的孙女，要不要？哎，等下是这样讲吗？要不要来点零用钱呢？哎呦，小丸子，我可爱的孙女，这些棒棒糖你拿去吃吧。啊，喝个咖啡压压惊。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下缩小的感觉。太狂了，好像又再难一点。像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把这个衬衫的部分，再把它多加一点层次。像这个胸部的部分，就要记得要描绘出它好像很紧绷，很紧绷，好像扣子都快要弹开的感觉。对，扣子要快快弹开的感觉。要如何让你看起来好像胸部变得比较大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只要买小一寸的内衣就行了。小一寸的内衣就会让你的整个上围呢非常的紧绷，好像就会有一种巨乳的效果。啊，不对啊，男生不穿内衣啊。啊，如果套在男性的身上的话，我们就把他的衬衫啊缩小一件 size 就行了。欢迎各位之后要画男性巨乳角色的话呢，记得让他穿让他穿小一件的吊嘎就行了。保证整个视觉的效果呢会非常的明显啊，很像那个珍珠奶茶要弹出来似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业界的商业机密了啊，在场听到的各位朋友们呢之后有空的话啊，请务必试一试这个效果啊，挺群拔的，挺群拔的。哎呀，这边没有扣子哎！突然发现，哎，这边真的没有扣子哦。可是照逻辑来说，应该要有吧？还是真的被他弹？还是真的被卢卡弹到不见了？哇哦，无法掌握的感觉。对啊，照理说这边应该会有扣子吧？
被蹦开的，真的是被蹦开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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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来研究一下灰狮妈妈的画法。哎，麦克风啊！我的板子要垮了。等一下，来看灰狮为什么会自动移动？求托马蒂，求托马蒂。其实只要那边皱褶画多一点，就会有一种很 tight 的感觉。哎，等一下，快捷键有点问题。觉得领子的形状好像有点碎齁。可能这边调一下好了，我也调。哦，你在赶工卡片中，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这边领子的这块，对啊，这样子好了，因为刚刚因为画的太碎了，所以当缩小的时候，好像脖子那边有一块不知道无法辨识的形状在那边。但是如果像这样子单纯一点的话，好像就会比较清楚。好，我现在来西装。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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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西装给它一点偏紫的颜色。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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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让我在你心里是否能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事事牵挂，依然爱得无法自拔。然后下一句是什么想不起来了啊。那里湖面怎么这边会黑黑的那里湖面纵使澄清，那里什么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看着你炙热深处的秘密。啊对了，然后那个 Clip Studio 有个新的功能叫做异化工具，是真的还蛮好用的。但现在异化的话会崩解，所以可能要一次结束之后再来修改。这异化工具真的很神欸，可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马上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啊，对不起，竟然对男生做这样的事情。我画完再来弄就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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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这边也要紧绷一下。午安啊，木木！哎，午安，午安，午安！哎，午安，午安！今天我们来那个画像色的部分，而且要挑战在4点前画完，就是对，一定希望可以画完，因为晚点要出门。我来看一下手臂这边的阴影应该是可以直接压下去吧，压下去，像这样子。好像效果没有很好，这样呢？好像还可以。
然后肩膀这边的话，还是顺着这个披风的形状好了。颜色不太一样哎，关掉，这样子。刚觉得就是这边发尾有点画得太重了，因为毕竟卢卡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是飞扬的发丝一般，柔柔顺顺，亮亮滑滑光光，所以如果画得太重的话，会好像不太好看，把它再修一下，修一下。然后这边就可以用刚刚提到的神奇手指工具，就可以把这个粗粗的地方把它拉尖。拉尖。有些那个些细节的地方到最后再一起修好了，现在好像还有那个外套的内里还没有处理过，然后这边开始，请开始你的表演。然后这边，我先让它亮的地方打
量一下。然后阴影的地方用偏紫的颜色好了，偏紫的颜色，偏紫。これか、これこれ。香农子，哎，下午好，午安午安。然后这边也模糊掉了。然后呢，来加一层环境光的反射光。反射光呢，这边今天设定是偏紫的蓝色，那就上一点偏紫的深蓝色吧，在这边。所以主要为什么每个色块都要加一点环境光的反射，其实主要就是让那一块不要看起来太死，好像你随便剪一个色纸，黑色色纸、绿色色纸，把它贴在荧幕上面。如果是很简洁的那种设计风格是 OK， 那如果今天是走比较写实的画法的话，感觉像那个做出层次感还蛮重要的。好，然后来画这个福娃福娃的部分，福娃福娃。稍微晕染一点紫色。结束这个回合，接下来再画这个毛毛的部分。
后这边也是要加一点紫色光。再一点，接下来处理手套的部分，看一下手套的话，声音消失啦！对，一个消失啦，声音消失啦。等一下，那个克拉斯刚刚咖啡喝太多，去一下厕所。哟，这个是什么中场休息音乐吗？哒哒啦，厕所。站了一下，
我来了，中场休息时间结束。对，时间过得好快哦。刚刚思考到手套的部分了，因为手套它看起来，手套是皮革的材质吧？对，看起来是那种有厚度的皮革的材质，所以呢，有点不准嘛。欢迎回来。坏了。因为它看起来是那种比较有厚度的手套，所以在画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光影的位置。来看看什么颜色好呢？这个好了。诶，那这样子的话，可能整体的手套要再暗一点。突然发现那个 Luca 的戒指好像是右手才有嘛，对不对？然后画面上这只举起来的是左手，对，应该没画错。好棒哦，那个他那个在他那个拇指环啊，就是在拇指上面的那个戒指，让我想到以前常常看的一个，不是常看啦，就是以前看过的一个港片啊，叫《赌神》，赌神、赌圣、赌侠。然后当那个周润发他开始要发威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搓揉他的讲搓揉是不是有点奇怪，就是会开始搓他的大拇指的那个戒指。真的很帅耶，大拇指的戒指。感觉我也应该要去买一只来戴戴看。看起来就好像是那种有钱的大 boss 的感觉。好期待那个 Luca 的新歌。果然 Mafia 就是要唱 Mafia 才对。My gosh! Oh Mafia! Oh Mafia! I'm looking forward!My boss.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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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哇伊，卡哇伊！等一下，这边的
项链是，哎，这个没有，应该是这个金色。期待 Mafi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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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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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pop OK 的话，这种皮革物件的时候呢，那现在观察一下楼是怎么画的。他这边有一个，首先呢就是他的暗跟亮，他的落差是蛮大的，所以我们要先在这边把亮的地方先挖出来。ちょっと待って、なんかおかしいよ。是因为太黑了吗？看起来好像两根粗粗的萝卜在画面上。这样子好了，这样子。等一下，怎么觉得颜色涂不上去啊？好奇怪哦！啊不，那件不啊 ，panic panic 啊 ，chaos chaos， 等等，刚刚信誓旦旦的，好像很帅的，好像很熟练的，讲了一堆要怎么画皮革的方法，结果现在卡关啦！耶、yeah!。当可恶，这点程度的小东西是打不着我的。哇，一到了，一到了，一到了，先把它锁起来好了，锁起来，锁起来。このぐらい、このぐらいのもんが、この俺に。倒せることわけないんだろう。わあ、もちょかしい。わかんない。この描き方はわかんない。あれ、なんか変な色になっちゃった。どうしよう。
わあ、今真っ黒になった。等一下，先把它变浅。好，先把它变浅，然后可能是这边光线太复杂，把它先清掉好了，先让它单纯化，单纯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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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糟糕，史上陷入最大困惑。哇，这个背景音乐竟然有盘子的声音耶，好像仿佛身处在咖啡厅般。いいね。像我最近去家里附近的路易莎的时候啊，都会看到一些国中生还高中生吗，会在那边写作业。我也懂那种咖啡厅会有一种好像可以让人静下来，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的一种很神奇的氛围，所以我也还蛮喜欢去咖啡厅。可能像没有灵感或者是需要专心的时候啊，就会去附近的咖啡厅看一看，还可以顺便观察别人，比如说哪桌的情侣好像，哎呀，他们好像在吵架耶，或者是有人在那边卖直销啊，或者是拉保险什么的，那我就会偷偷的听他们的话术，说，哎呀，这个人他是要怎么打算用怎样的话术来推销给他呢？我最喜欢偷听别人讲话了，很有趣，但这个时候都不可以太明显，眼睛呢一定要飘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就是假装你自己很忙，可是实际上呢，你的耳朵是打开来的，结果就这样子，在某一天呢，我就在咖啡厅听到了一桩毒品的交易案件。我们开玩笑的，突然世界线就变得诡异了，我可能穿越到异世界吧。啊！救命啊！救命啊！好像卡到了手套呢。手套，莫急莫慌莫害怕，等一下，等静下来思考一下。这边，
那是一个怎样的构造来着？夏宝贝，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的。噔噔噔噔噔，八令，安安，午安，午安。今天来挑战四个小时画完一张彩图。嘿，不是啊，现在研究这个皮革的这个材质的皮革到底是要怎么画来着？下面反光，然后这应该也要反光。哦，这边晕起来。啊，救命！怎么会这样？其实我本人还蛮擅长画这种类似玻璃的物件的，因为只要把高光跟阴影把它做成夸张就行了。但啊，我知道了，因为这个角度比较刁钻一点啊，它是朝向我们萤幕的方向的，所以会对于那个立体的构造会有点疑惑。哇，这音乐也太快乐了吧！啊，好快乐啊！啊，嬉しい。なんかさ、なんか太陽が出てくる感じ。雨もやめだし、雨也停了，世界一片欢乐。好多情侣在路上接吻。Wow, a world full of love, so happy, so easy. I'm dancing on the road with all the people.ラコンペパン、ラララコンペパン、ラララコンペパン。ラララコンペパン。コンペパン是红豆面包吧。加油！加油！啊，剩三十分钟，剩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也可以啦，至少画了八成吧。那，天啊，今天的大魔王，今天这一张的大魔王，没想到竟然是皮质手套，实在是需要点观察，这样子。没关系，那，我等一下起来画补强眼睛的部分好了。空性，空啊，空吧，欧巴，
안녕하세요콘콘착한한칸창콘착한착한모바일콘콘没有没有，这个因为这个配乐听起来很像会在韩剧里面出现的那种配乐，忍不住就乱讲了点韩文。사랑해요오빠사랑해요哎，不对，这样听起来好像男生在跟男生告白。사랑해요오빠안녕하세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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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오빠사랑해요사랑해요好好不管先这样呗。나도사랑해나도天哪，会不会是不是大家都会韩文啊，好厉害哦。我不知道那句是什么意思，但我大概可以猜出来是应该是我也爱你的意思吧。有可爱吗？사랑해요오빠나차바꾸는간장간장간장김청웅김어이거보여봐봐김김청김김김청웅장장김김김청웅김청웅明君都都明都明君西啊，卢卡卢卡卢卡没有移动，那得说对啊。美しい紫色。这个나도사랑해나도사랑해欸，之前那个卡拉斯新型卡拉斯的台啊，好像有巴西人欸，就是看后台数据，欸，还是西班牙欸，那个文是西班牙文，所以就是西班牙语系的人，好有趣哦，但是不会讲巴西文。啊，法文的话，法文只会一句欸。Bonjour, bonjour, bonjour。啊，怎么听起来好像喉咙有卡的东西 ？Bonjour, bonjour。Oh, beautiful Murasaki eyes. 紫色呢，加点反光的话，我们就挑它的这个叫做什么撞色嘛，就是比较绿一点的颜色。超酷的吧？之前他的台啊，就是还会有日本人这样，不过日本的观众好像只有一个吧，只有一位。也是蛮厉害的了，竟然还可以吸引到其他国家的人来看呢。追追，
来帮嘴嘴上颜色。哦，这个笑容，伊呢可能会高。啊，那个之前啊 ，class 有看那个 K Song， 就是 K Song 一个实况组的。一个实况组的直播，然后好像就有问到他说他有没有男朋友吧，因为他就是现在是当露脸的直播主这样，然后也有 VP 也有 VType 这样，然后对他的回答感到印象深刻，他说哦有啊，我有男朋友啊，我的男朋友就住在画面里面，他叫做同声什么，就是那个人中之龙的男主角，哎呀突然想不起来名字，然后那时候他还说我很相信总有一天可以进到画面的世界中，所以不用怀疑他就是我的男朋友，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见的。哎呀我靠你呢，有时候看到很漂亮的二次元的图啊，看到很棒的角色在荧幕里面啊，都会有一种好想要把脸贴到荧幕的感觉啊。It's kind。然后这边眼睛，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所以我们再把这边的眼皮再加一点红色。哎，你怎么画出来是这种颜色啊？奇怪了，哦，原来选错了，我试了。啊，不能加太红，会变得太妖艳。对，太妖艳的角色不太对。像那种很妖艳的什么叫做很妖艳的角色呢，像是吸血鬼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昌南昌，南昌大家懂我说的南昌是指什么南昌吗，就大家是那种比较色气的角色才会需要那种很媚的妆，如果是属于那种健康清晰活泼可爱的形象的话，就会比较没有那么贴近。哎呀，这个脸这边啊，之后再来修吧。Vox 啊，真的 Vox 就很适合，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妖艳或者是魅惑吗？就是要给你的感觉是带有一点神秘感，然后 Hero Boy 有点 H 的感觉。这种类型的角色就会很适合加红色或者是粉红色的东西在身上这样。因为红色呢，其实在色彩学啊，又咬到，就是红色在色彩学里面，还有这个色彩心理学里面，它会带有一种性欲啊，或者是热情，然后会比较欲望原始欲望的那种感觉。所以，万一你们以后有要再做角色设计，或者是形象色的设计的时候呢，可以参考一下有关于颜色心理学的部分。这个还蛮奇妙的，因为以前啊，就是我在研究这些色彩心理学的时候啊，都会想说谁规定的？为什么红色一定就是色气呢？为什么红色不能是可爱健泼？可爱健泼，可爱健康活泼的感觉呢？就是谁规定这种东西的？
可是我觉得这算是某一种集体潜意识的显现耶，它就是会给人那种感觉。红色是很健康的角色吗？突然想到像那种日本的战队啊，对，那种战队编制不是红色都是主角吗？因为红色会让人联想到血液之类的东西，还有像是救护车啊那种的。然后血液嘛，代表热血，所以日本蛮多那种战队的主角义的角色，或者是英雄的角色，都会是用红色来当识别色比较多。Should speak English is better than my Chinese. My Chinese is so bad I cannot pronounce very well. Maybe I prefer to speak another language, just like English or something, Japanese as well. I don't know. I will choose Kugomu to Kashiine.咱嘛是会使讲台语的，啊，讲台语嘛是听有啊，听有。明娜无听有的少，明娜なんか頭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ね。接下来就剩手套吧，手套，然后还有。一些小物件，Yeah, English. But today's stream is about to the end. Is that all? Yeah. Although we are.Although we are drawing now, Ninsanji, Ian, Desho. So it is very logical to speak English, right? Or maybe we can grow some overseas viewers. Maybe. But I believe now in the chat, most people are you are Taiwanese, right?But you're clever, so you can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Yeah, your English are very, very well. Yes, I'm not Taiwanese. Oh, Knight, you're not Taiwanese. I'm curious about where you come from. Can you tell to us? I know some of my viewers comes from Malaysia and Hong Kong. And some is Japan. 不过会说中文。Wow, すごい。Sea. Oh, you are come from the sea, the ocean. That's great. I love ocean. I love the waves. I love the sand. I love the sunshine and the beach. Yeah, walking on the beach. Feel the sand with my feet. It's very comfortable.And feel peace. Hi there. Yeah, we can pick a time we can try all English only stream.
English only stream challenge. If I say one word of Chinese or Taiwanese, I should be punished. What's the punished is? 罰ゲーム。罰ゲーム。何でしょう?罰ゲーム何しよう?那个 no girl dress. I've already wear that before. Many times. Okay? 啊忘记卢卡的西装有那个了。条文 Okay, Pog English stream start now? Right now? Mermaid appear. Mermaid? Oh! Oh, really? We have a mermaid here. We have a mermaid viewer here. That will be fun. That... You sure? Punishment is to read Luca Bible! Luca Bible! Luca Bible! Ooh, wow, that will be exciting! Wow! 突然这个直播变得很国际化，大家都开始讲英文了呢！拍手！啊，这个手套今天可能要下播之后才能修改了。もう間に合わないから。Good idea! Sounds great!小物件很简单，三步骤。第一个加阴影，加阴影。第二个加亮。结束。噔噔噔噔噔。然后小枪，枪论淡薄，枪弹论薄。你们。在聊天室的你们有人玩过枪弹论博枪论淡薄吗？哎呀，我真的突然想不起来名字，但应该知道我在指哪款游戏吧。我最喜欢博之的啊。说到这个，好期待台湾那个好像是24号吧，要上那个，终于要上那个那叫什么咒回战术论战，做回战术，做为什么四个字都记不起来？对，枪弹辩驳，就是那个博之啊，我最喜欢博之的。然后因为其实有点算是因为那个声优，所以才会喜欢这个角色吧。可是因为那个声优呢，就是也常常会配一些，也会常常容易接到一些比较精神状态有点微妙的角色，所以就会跟着也一起喜欢上这样子啊。我好期待徐芳大神的配音啊，啊好想看啊。对啊，做回战术，咒术回战，发泄100遍。我刚念成什么啊？咒回战术是怎么啦？我的脑容量一定都是被就是体内的那几个人格都给分走了，所以现在本体变得超笨的。你们可以懂那种感觉吗？我要去看《纯爱战士》，我要去看许芳惠美大神的声音，看他的声音。我要去听他的演出。
这咒术回战没玩，可是我喜欢雾切跟醉木哦。哎，雾切这个角色好像有印象哎，我想一下，是不是紫色头发的啊？啊，对对对，他好可爱哦。哎，是女生的还是男生的？有两个雾切。雾切祥子跟雾切人，Tsumiki Mikan。啊，这个也好可爱哦！他看起来是一个很哑巴又很色的角色。哦天啊，他看起来好病哦。原来是超高校级的鉴宝委员，哇！这些这个截图有点哑巴，原来这个动画的尺度有到这里啊，太哑巴了。哦，了解。47分，距离结束倒数13分钟了，13分钟。现在剩，对，现在3:48，好的。噔噔噔噔噔噔噔，最后应该剩下一些小物件。他这个应该是骷髅头。嗯？这边没有。啊，应该找机会画一下他的这个背部才对，这背部的线条实在是太窄啊！突然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画这个刺青的部分。而且有些细节就是下播之后再来修改。然后骷髅头的地方，这个，哎，这边好。一样就是加反光。
对，西装的那个直条纹的部分。最后，起码这要加一下。哎，白痴啊！我这边就已经有设遮罩了啊，没事没事。哎，啊不对，没事没事。只是想说，我刚刚好像已经有设一个东西，不用去用魔术棒工具把它圈起来了，但还是得用。值得，一点。乖乖乖呀，一旦修了
可是刺青还没画，就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就 clear 了。不过刺青有点难画，所以得花一点时间。不想随便抹毁了它，所以就先在这打住吧。看你要光线强一点好，还是你喜欢光线弱一点？光线强一点，就像在阳光底下的 Luca P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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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这样我写个未完成，我怕被误会说话玩的。没有没有没有。不能对 boss 不敬。好啦，先这样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来看这个一直碎碎念，然后一直呻吟的绘图直播实况。好，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啦，先这样吧，拜拜。强光双眼 tattoo 啊，对啊 ，mother tattoo mother。辛苦了，哎，谢谢，谢谢 Night Emily Huang Ethan Maid 电狱长 Night Balin Oscar 啦，哦，之后就换星星上班了，今天亚欣老师要下播了，拜拜拜拜。先这样子，谢谢，拜拜，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